这悬浮老狗真帅呀，这也太粉了吧，爱了爱了，哎呦还给我闪一下，我操，这小丫还有粉色马尾，果然老婆还是希腊香呀，哎赶紧来试试手感，呜呼，这流动光效真好看哟，这还有个智能手环呢，嗯，是心动的声音。这枪外观的确实不错，音效也很棒，但是这机瞄没想象中那么顶，好吧。然后就是这把枪好像没有杀敌升级外观，你看刚刚邮件里的悬浮 logo， 不知道正式上线后呢会不会有惊喜呢？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老婆。哎呀，哎，别捂着啊，嗯，真不错啊，这个小身板，爱了爱了，再看一遍啊，这脸蛋，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啊，洗手间洗手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，冻僵了。